てると思って。对啦，是我站的这个位置比较特别。是啦，是我站的这个位置比较特别。正常人都会想说，找一个前面没有遮蔽物的地方，就是看烟火。但是我就找一个全部都是树的地方，然后我要穿过树这样拍摄一零一，还蛮特别的。然后就这样子也没有人跟我抢位置，还不错。你看附近完全没有人。可能也是因为下雨啦，就是现在下雨，你看现在外面都有人在撑伞，希望待会放烟火的时候不要下雨。